陳志全議員，唔該曬主席。我呢節咧係就修正案編號729同730，分別係陳偉業議員同埋梁國雄議員提出嘅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務司司長一職全年薪酬嘅預算開支，金額係375萬元。其實在這一組的修正案裏面呢，還有一個選擇，就是梁國雄議員提出的第737號的修正案，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務司司長一職6個月的薪酬預算，金額是187萬5千。即是說呢，各位議員聽完我的發言之後呢，可以決定究竟是全餐還是半餐。有人覺得林鄭月娥司長其實他的成績在整個問責高官系統裏面已經是數一數二，在三位司長裏面他的民望的淨值是最高的。昨日新鮮滾熱辣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表的民意調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民望淨值是正48，曾俊華呢財政司司長是正32，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是正12。從民望其中一個指標去反映一位官員究竟他工作稱不稱職，似乎林鄭月娥的分數呢是未到全部問責官員裏面最高，在司長裏面已經是最高，所以是不是應該扣他人工呢？但我想首先指出一個宗旨，就是政務司司長他的工作主力是要協助行政長官落實行政長官的施政藍圖。我們看看梁振英最新的民望淨值是-27。其實在一個政府的高官系統裏面，如果有一個考第尾的特首，但是有一個考第一的政務司司長，這個不代表個政務司司長厲害，而是個政務司司長根本是輔助不到特首，這個是一個病態的現象。一是你個政務司司長咁本事就取代咗個特首佢，否則根據你嘅職能，你係失職，係輔助唔到特首，令到特首咧係能夠施政更加理想，獲取高嘅民望。頭先我係簡介政務司司長今個年度嘅三項主要工作，從呢啲工作嘅表現得失，讓各位委員去決定支唔支持削減他薪酬開支的方案。第一樣是扶貧，我最後講到的是扶貧委員會，他的會議是非常之封閉，連立法會的扶貧委員會小組去問他拿議程，不是會議記錄，而政務司司長作為主席的扶貧委員會都是拒絕配合，這個是非常之可笑的。因為其實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裏面都有幾位議員呢是政府的扶貧委員會裏面的委員，根本他們都有議程，但是當我們官式這樣去問扶貧委員會，他竟然是不給扶貧政策的得失，我稍後詳細評論。第二樣重點工作是人口政策，林鄭月娥指出行政長官在競選政綱中承諾制定人口政策，香港從來都沒有一套呢是人口政策，而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在2012年12月重組，並在2013年10月就香港應未來人口方面的挑戰的策略展開了4個月的公眾諮詢。這個公眾諮詢已經結束了，但是香港市民對於香港的人口政策或者政府提出的人口政策究竟是什麼呢？現在都仲是一頭霧水，而政府呢亦都俾人感覺是一個虎頭蛇尾。林鄭月娥開咗好多壇，一壇扶貧，一壇人口，跟住呢而家佢最忙又係第三壇，稍後講嘅係政制發展。喺度我要提醒各位，林鄭月娥佢未做政務司司長之前，佢做發展局局長嘅時候呢都係有前科㗎喇，虎頭蛇尾。即係淨係俾個印象覺得口打得。我舉一兩個例子，大家就冇得否認。新界僭建問題是虎頭蛇尾呢，嘩，發叔喺度都知
說就天下無敵，現在就有個政治現實，一個客觀社會現實在這裡，就什麼都沒有，沒有繼續做。所以大家要用這把尺去量度政務司司長的工作表現。好，第三項重點工作是政制發展。林鄭月娥表明特區政府致力推進香港的政制發展，堅決按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決定，落實2017年的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咁啊，由林鄭月娥司長領導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就在去年的10月成立啦，在同年的12月就正式就2017行政長官和2016立法會產生的辦法諮詢公眾。專責小組就說秉承有商有量和開放兼聽的態度，聆聽社會各界意見，按政制發展的五步曲推行工作。稍後我跟住下來，我就會就這三大工作方針去論證林鄭月娥的失職，是希望大家支持我削減她薪酬的撥款。第一樣是扶貧。香港不單止貧窮問題嚴重，而我們一直救病的是貧富懸殊，是非常之嚴重，不是窮人多那麼簡單，而是貧富差距很多。特區政府成立扶貧委員會，制定貧窮線，要量化貧窮人口，制定扶貧政策。但由於貧窮線是劃在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所以定義上呢，貧窮是一個相對問題，窮人呢是永遠存在。政府呢亦都是先至聲明是沒有滅貧之心，從無這個打算。這個呢亦都是林鄭月娥被各位議員批評，根本說扶貧，但其實是沒有心滅貧，是未戰先輸。其實因應貧窮或者貧富懸殊的問題，改善貧窮問題是要收窄貧富的差距。除了扶貧之外呢，其實還有一些方法，例如限富。怎樣限富呢？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就是瑞士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知道，瑞士提出這個1:12的方案，就在一間公司裏面最低人工和最高人工那兩個人呢，是要不能夠相差多過12倍。當然我想商界的朋友一定是非常之反對這件事，一定會講很多，會趕走曬啲投資者啊，最後冇人，最後失業率會飆升啊咁樣。咁當然喺瑞士最後公投結果呢，都係反對嘅人多，65.3% 反對 ,34.7% 呢係支持。但係政府如果要處理貧富懸殊嘅問題呢，真係唔能夠淨係睇一邊嘅，唔係話要推出限富政策，即係最高工資咁樣，但呢都是要想辦法。我講出特區政府其實過去或者林鄭司長在扶貧這個政策上最大的失誤，導致要扣人工減人工是什麼呢？其實梁振英上任以來推出所謂的德政，或者用錢用得很多的政策，在扶貧問題上，去年就是長者生活津貼，今年就是叫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兩件罩耳聽起上來都是好事，但是長者生活津貼一提出就走數，最後呢有一個敬老扶老的金，這個金呢就變了，又變了一個叫做福利的金，制定了那些叫做資產入息審查呢是非常之苛刻，還有申報程序非常之繁複。咁當其時呢，喺我哋議會裏面都帶嚟好大嘅爭論，甚至喺財委會呢亦都係遇到所謂嘅拉布。呢個就係一個德政，本來一個德政，但最後點解都變咗呢，係咁唔得民心呢？而家好多老人家都係戰戰兢兢，有啲人唔敢報，報咗又驚報漏，報錯又最後俾人拉，而家都未見到呢啲個案出現。即係好多老人家話俾我聽，佢哋係唔敢申請，或者唔知道老婆或者唔知道老公個身家有幾多，最後呢報唔清咁樣。咁呢個舊年嘅事啦，今年係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咁一提出嚟又係怨聲載道，特別最怨聲載道嘅係208啦，要一個家庭一個户主係做208個鐘以上先至攞到全額嘅津貼，呢個係非常之苛刻。
亦都咧同政府嘅家庭友善政策係衝突。即當一個人佢要做208個鐘頭，請問佢又點樣好好咁去照顧佢嘅家庭呢？咁仲有就係、是、另一個被詬病就係點解係一人係唔可以申請到呢？一人係咪家庭呢？咁呢個又拗咗好耐。跟住原來政府就話啦，唔係喎，佢個政策原意係咁嘅，政策原意係用嚟處理跨代貧窮，就係幫細路嘅，所以細路每個就800蚊啦。但係最後結果咧又唔係嘅喎，個政策係非常之混亂。最後呢個政策咧就係冇細路都可以申請嘅，即係兩公婆兩個去申請。咁你又唔好答我哋話，原來呢個政策本來叫做跨代貧窮津貼，由此可以見到啊政府。去推出一啲扶贫政策嘅时候呢，前后矛盾，关卡多多，本来得政就变咗劣政。又譬如呢，夫妇系唔能够累积工时嘅，两个唔能够加埋嘅，大家就拗晒头唔明啦。咩收入你计，我哋两公婆有资产所有嘢加埋，工时两个有，两公婆唔可以加埋嘅。跟住政府答啦，我因为咁样呢会扭曲个劳动市场啊，即系话呢你哋计啱条数呢，攞咗啲津贴呢，兩公婆就可能即係做少啲，做少啲工啦，咁會令到呢勞動市場嘅人口嘅供佢勞動力供應呢又會減弱。再呢一啲我提出嘅原因都係扶貧政策上面嘅失誤。而最近一個問題就係呢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係啦，早前同公眾亦都出嚟講，即係如果財委會而家又係出現呢個被稱為拉布啦，因為新界東北前期工程嘅撥款咁富爭議性啦，咁可能咧呢、這個扶貧政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咧，又係即係出年咧開唔到啦咁樣。喂，呢、這個亦都係反映出林鄭月娥嘅失職喎。嗱，一個政務司司長扶貧又係你嘅，協調各局之間嘅問題亦都係你嘅，你嘅職責嚟嘅。如果你覺得呢個扶貧政策係重中之重，咁你就應該協調各局，就去叫陳茂波啊發展局就掹翻你嗰個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個撥款出嚟，就俾呢一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咧就上會先。呢啲我覺得都係政府，尤其是係政務司司長，如果你要統籌各局之間協調，係應該主動去做。而唔係被動咁又翹埋手，又係出口術，危言聳聽就話冇啦，你哋過唔到呢就冇㗎啦，即係出年年頭就出唔到㗎啦。所以呢個亦都係佢失職，係呢導致我支持要扣減佢人工嘅原因。咁扶貧政策要講我可以講好耐，但係唔講，而家講人口政策。第二個林鄭需要面對嘅問題，當局似乎呢講啦，又係好有心想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實質係乜嘢呢？實質其實呢係一切都係內地為先，即係最好就唔好見到老人家，啲老人家呢唔該幫我移曬返內地。即係呢個亦都係政府一直以嚟或者今年俾我哋感覺到，大學學位唔夠就返大陸讀，香港營商環境差就返北上創業，係咪國民教育香港推唔到，就有啲團咁就返內地。老人家冇人照顧，即係香港嗰啲安老設施院舍等到死都攞唔到，咁又係移民呢、這個即係搬返去內地。喂，呢、這個又係局與局嘅政策矛盾喎、啊、司長你係咪應該扣人工啊？我哋而家福利政策、長者政策係咩啊？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咁而家你又話即係叫啲人返內地，即係嚟生又返內地，老又返內地，死又返內地，即係葬又返內地咁樣。咁呢個係咪你嘅人口政策呢？但係針對人口政策，其實一住夾眾講呢，其實就唔係人口政策。大家睇完個政策文件同埋政府借喺推動人口政策嘅時候所講嘅言論，根本係輸入外勞政策。所以作為工會嘅立法會議員呢，真係要看住呢啲人口政策。或者呢支持我哋呢個半辣方案，減啊林鄭月娥半年嘅人工，就話醒定啲啊司長，你唔好借人口政策呢就我嚟包裝，係輸入外勞政策，就證明香港短期內勞動力不足，工程好多，就所以引入外勞。呢、這個亦都知呢係建制派關注勞工權益嘅議員呢
是非常之着緊，非常之在意。我呢就已經講咗人口政策同埋扶貧政策，至於政改嘅問題呢留返 下一次。